哎呀，来发财了！我的乖乖啊，又是发财的一天，看到没有？今天穿上新鞋了，300块钱刚买的，看看能不能发财啊？没穿拖鞋啊，看看能不能大涨，看能不能转运啊？哇塞，这啥？送个贴纸给你，摄影师。欧玛利亚，来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大涨，有没有使不得？欧玛利亚，刚才使不得的愿望破灭了，没有使不得。哎呀呀，这一看就不是老粉啊，老粉一般都会给我寄使不得，这又是把我当免费打工仔的新队友啊。大哥没留纸条啊，大哥，我去哪里找你？完了呀，凉凉啊，有使不得的加持，好歹可能大涨啊，没有使不得就难说。来，我们看看啊，娱乐博主上线能否大涨？哇塞，这个还可以啊，冰种啊。但是像这种啊，它一般是开窗好看，切开了就白白嫩嫩了啊。你看皮壳也不行啊，会卡红皮、青蛙皮，典型的皮壳料，偏普通啊。会卡，我感觉我就没开过好的啊。这个感觉漏细啊，这个感觉有细啊，这比那个好。但是也怎么说，普通料啊，还是买排骨脆哟。哎，这个就白白嫩嫩了，大哥，恭喜脆友喜提大理石，好几块。来联系一下他啊。完了，大哥妈赢。这个没有电话啊，是不是机灵了啊？大哥，寄石头要留纸条啊，要不然我真的找不到啊，我又要破案了，完了，把我挂了吧。再打一个，东北的老哥，千里迢迢给我寄过来，运费都不少钱了，大哥。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又给我挂了，头疼啊。中间加密了，我去哪里找你？我打客服，等会又说涉及顾客隐私啊，又不给。再打一个，看他还挂不挂。哎，大哥好。你是哪里啊？我是老五啊，你是不是给我寄石头了？哎，我看你那边有寄过来的呀，孙什么权的，中通的。啊，你是中通快递的吗？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快递单号？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拜拜。你看我又在破案啊，你们不留联系方式，我都破案。喂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能不能帮我查一个单号？寄件人是谁？你能不能把他的电话告诉我？你是哪里？啊，我是收件人林老五。135，哎呀，终于破案了啊，终于找到人了。哎，大哥发财了。哎呀，大哥啊，我这个当了回侦探，我到处找你的电话，终于找到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，你都不留纸条在里面。哎呀，客气客气，不用了，红包不用，我要使不得，不要使，不要红包。我给你拆开了，这三个是要怎么弄？可能有一块还行啊，但是切出来也是就是偏糯的那种糯种。那要切开看看，做件的话也可以做，就是怕你划不来，你懂吗？你看呢怎么处理比较合适。好好好， OK OK OK， 那我先给你切开先，到时候看看能做什么，我再联系你呗。好好好，好的，还客气客气，你加一下我这个电话的微信啊，切完了我拍给你。好的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嗯，来帮我切一下，老板发财了，今天弄了好几箱，又是大涨的一天，发财了啊。这个送的嘛，20块嘛，啊，老伙计了，都懂嘛，懂来下一箱，下一箱，哎呦，欧玛累啊。来，又是发财的一天，这回能不能拆出使不得啊？又来开盲盒啊，哇塞，包太厚了，哇，大哥白白嫩嫩啊，我看到了，哇，这都剥皮剥开了啊，属实有点白啊，大哥，不是我说，哇，这个比较普通啊，太烈了啊，哥，这个没什么价值啊，做件价值不高啊，做货有点费钱啊，还不如买成品啊，算有点肿吧，但是太烈了，这个也是会卡料啊，密密麻麻的裂啊，会卡出了名的裂，我联系一下他看一下怎么搞吧。哟，客气了，要不休息我吧，抽根使不得。Later。好，我们联系这个队友了，继续上班，中场休息了一下啊，这些还不错啊。300块钱花的值吧。大哥发财了。哎呀，老哥好，发财了，我收到你这寄过来两个石头了。哎，只能说稍微白那么一点点啊，稍微嫩那么一点点，你懂吗？那你是要怎么弄啊？要做货吗？还是要干嘛？这种是这样的，这种做出来它就是糯种吧。大哥，这个还有点价值啊，做出来还能值个几百块。但是比如你这个料子啊，你如果手工做的话只能卖个工钱，但这个不手工做又不行，太烈了就值不了几个钱。抠珠子说实在也不合适，你不如买串成品啊，可能也就差不多一两百。做机雕感觉下个一两百的工，估计你做出来也不带啊，确实没什么价值啊。那我拿来送翠友了啊，感谢你宝贵的素材。还有100多斤，大哥，大哥，你说100多斤买点排骨吃，它不香吗？
好的好的，行，拜拜。哎，那这个老哥也很爽快啊，直接说不要了，丢了，还有100多斤，那你们想不想要呢？想要的话评论个什么合适呢？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，我们随机抽取啊，因为有很多个平台啊，随机抽取一个平台送一个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等那个切完，好吧，静待发财结果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切完了，看看这个大中午换了新鞋来切能不能发财啊，准备啊，来3、2、1上工，哇妈的，完了完了，凉凉啊，大哥太粗了啊，这有晶体啊，这个晶体感很足啊，这都不用打灯了，这个说白了就下班了啊，来再来一块，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上工，哇完了呀，不过这个漏细啊还有的救啊，但是感觉也救不了啊，太裂了，你看这个裂，密密麻麻的裂啊，如果想做的话还是可以取一下看看，来最后一块，白白嫩嫩啊，这个都不用看了，白白又嫩嫩啊，典型料啊，那我们给翠友报喜一下，大哥发财了哇，你看一下，哇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来3、2、1上钩，哎呀哎呀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呵呵掉了，哎这个不错呀大哥，哇总老漏戏啊，就是裂有点多，看看要怎么搞啊，再看一下这一块啊，不行暴露了暴露了，来这一块，来来3、2、1来发财，哇大哥 oh my god，完了，凉凉，这个太粗了啊，豆种这个就没什么意义了啊，凉凉了，还有一块还有一块，来3、2、1上钩，哎呀白白嫩嫩啊，凉凉啊，大哥你看这边是怎么处理啊，是要寄回吗还是丢掉啊，那行随着给大哥报完喜啊，那我们也就下班了啊，大家觉得今天发财了没有，是买排骨香一点吗还是买大理石香啊，拜拜。